我想实战了，被送了。真正无咧超大诶，袂爽啊！我直接实战啊，好无？嗯，如果没有实战的话，这样太单调了。那我就可以练的，就赶快再练上去啊，不然这样，整体太单调了。啊，我觉得啦，卡住就算了，好不好？还要抽玩家吗？我现在很懒得抽老实说。我现在想要赶快有成绩拉上去，不然都没有一个进度，我觉得没事。